大家好，今天给家人做非常好吃的麻辣香锅。先把大虾修剪一下，然后挑去虾线，把大虾清洗干净，加入一点料酒，用手抓匀之后腌制10分钟。接着准备配菜，切点藕片、土豆片和洋葱，再切一点黄瓜，再准备一点葱姜蒜和干辣椒段，再准备一盘丸子，配菜就准备好了。锅底水开，先下入丸子煮上2分钟，再放入藕片、土豆片和大虾，全部煮熟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下葱姜蒜和干辣椒段炒香，然后加入麻辣香锅调料，翻炒均匀，倒入刚煮熟的食材，然后翻炒均匀，再放入黄瓜和洋葱，撒上白芝麻和香菜，非常好吃的麻辣香锅就做好了，吃起来麻辣鲜香，开胃又解馋，吃上一顿真的是太舒服了。喜欢的朋友们赶紧在家试试吧。